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903，我是本档接档主播，我叫小丹小仙女。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古典舞，对，然后大家喜欢我的话呢，就记得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点点左上角橙色爱心，电脑户勾勾下角直播时通知。然后今天给大家跳三支古典舞，大家喜欢主播的话要点点关注。先给大家跳一个小城谣吧。为什么你们都只扣666不跟我说说话？平时都会跟我说说话的，你们编啊。三八成三不关关，啦啦啦。
刚才那首歌，那首歌叫做《小城谣》，在长沙哪里啊？在长沙岳麓区下面那个通城。对，你们要是在长沙的话，没事儿来这个商场转转，说不定能撞上我。因为我这个夏天太热了，所以就经常在这个通城轮麦。对，然后人家也准我在这儿轮了，不用赶我走啊。然后大家喜欢主播的话呢，就点点关注。去过是吗？然后我一般都是在这里面轮。然后大家喜欢主播的话呢，就记得点点关注。手机用户点点左上角橙色爱心，电脑用户点点右下角直播时通知。对，大家喜欢看跳舞的话呢，就预约一下我们五星五就嗨翻天的通知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网最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9-3。然后下一支舞蹈，休息休息。对，我刚准备直接开始下一支舞蹈，既然有哥哥叫我休息休息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休息休息吧。来扫宝堂去哪？我对长沙特别不熟悉，我是个路痴。对，我只知道我家旁边的地方。谢谢哥哥的棒棒糖，然后那就休息休息。好好的，谢谢哥哥准我休息。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再给大家跳下一支舞蹈。好热的，今天这个商场人比较多，所以就不太凉快。大家喜欢主播的话呢，就点点关注，现在可以跟我聊天啦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，你们让我休息的是吧，谢谢你们啦，看你们怎么那么好。今天昨天还是都在叫我赶紧开始你的表演啊，还愣着干嘛，赶快跳啊，今天怎么都是休息休息吧，休息休息吧。多大了？今年21岁，看不出来吧，看不出来。然后还是给大家跳舞吧，我休息的差不多了。主播有男朋友吗？你猜。然后下一支舞蹈给大家跳个舞，下一支舞蹈给大家跳一个那个什么，给大家跳个江南夜色吧。然后最后一支舞蹈大家想看什么歌扣在公屏上，我一会儿跳完第二支舞蹈的时候就跳一个大家想看的舞，好吧。给大家跳一个江南夜色，喜欢主播的话点点关注哦。秋天的夜已微凉，看去年年近傍上，谁孤独十年寒窗，湖面的鸳鸯成双，越叹息夜太漫长，时间勾住了岁月的过往，青山在竹林中飘荡，那西下的夕阳消失地平线上，江南夜色下像潮流谁人家，断肠人在天涯，那迷离的春雨淋湿了烟花上，那皎白的月光在小河中徜徉，姑娘站在阁楼上等待归来的晴朗，古老的落叶泛黄，秋天的夜已微凉，看去年年近傍上，谁孤独十年寒窗，湖面的鸳鸯成双，越叹息夜太漫长，时间勾住了岁月的过往，青山在竹林中飘荡，那西下的夕阳像是地平线
上，江南夜色下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断肠人在天涯。那沥沥的春雨淋湿了眼眶上，那皎白的月光在小河中徜徉，姑娘站在阁楼上等待归来的情郎。那悠扬的琴声在竹林中飘荡，那西下的夕阳消失地平线上，江南夜色下，小桥流水人家，断肠人在天涯。那沥沥的春雨淋湿了烟花上，那皎白的月光在小河中徜徉，姑娘站在阁楼上等待归来的情郎。逛街都不会停下来看的、啊、对，每次都是因为人家忙着逛街呢，我逛街我也不会看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喜欢主播的话呢，记得点点关注，手机用户点点左上角橙色爱心，电脑户哥哥下载直播时通知。最后一支舞蹈，大家想听一个，大家想听一首什么古风歌呀？不好意思看、啊、这怎么不好意思的？对面有美女，哪里有美女？这里吗？这里吗？最后一支舞蹈，大家想听什么古风歌可以扣在公屏上面。一生所爱是一首歌吗？没有时间了，那我就随便给大家跳一个吧，风筝舞。那就给大家跳一个风筝舞吧。然后大家喜欢主播的话呢，记得点点关注，点点我麦上所有主播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卷丝纶随风纷纷，谁采木雀一缕魂多别村，风影无心惊扰了对棋人，慢离何时怕春雨成盆，欲知暗风风不住千沙重魂，舟上摇波波不停独影重温，错人庭前过马人醉几分。